嗨，我是 Copa，为您带来的是今天要推出的两张球团卡，赤井直也跟哥萨。那这两个都是意大利的球团，一个是利古里亚，一个是雷焦啊。那我给的标题是赤井直也没有调整版的好，那哥萨呢就差一点点啊，各方面好像都不错，但是差那么一点点啊。我们待会来看看到底差什么。我们先从数据比较表来看呢。赤井直也这两个，一个是新卡，一个是调整版，位置一模一样，属性也一模一样哦。但是一个是月中限定的调整，那一个是今天要出的。我们看他们的盘球数据啊，这个新卡是比较好，但是新卡的传球呢比旧卡的差。不过这两个是防守球员嘛，所以我们攻击简单带过就好。我们看看他的防守比较重要，防守三项：铲球、断球跟挡球哦。这样一比较，你看排名就知道了。新卡是41名、81名跟47名。旧卡则是33名、20名跟13名，看数据就知道旧卡的防守比较扎实，也比较高的排名啊。他们两个特色，一个是球团链接加20%，那就代表他的数据是稳定不变。那旧卡则是浑身一击加20%，所以会有上下两排数字。的确，在体力下降的时候，旧卡就完全的输新卡了。我们接着来看的是雷焦的新卡跟雷焦的旧卡，同样是调整过的月中限定。那从攻击来看，这个差不多啊，两个都是200多名或100多名的盘球跟传球，其实都很差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防守啊，看到铲球、断球、挡球分别是21名、38名跟24名，可以说都是碾压旧卡啊。这个调整过后的月中限定，新卡真的是比较厉害哦，而且都将近80万的数据，没有属性优势，都已经很高的数字了。那它的特色是 FW 跟 ONF 克星20%，以及偏重中盘10%。所以这个数据会有两排，第二排就是完全没加成的数据哦。那我们来看比较的对象是马尔塞罗隶属性哦，让你跟赤井直也比较啊；技属性的苏密特啊，则是让你跟技属性的雷焦啊来比较。看起来啊，只有雷焦的哥萨是可以比的哦，因为马尔塞罗这个隶属性是完全赢这两张隶属性的赤井直也，但是苏密特呢，挡球赢哥萨第三名，赢24名。哥萨的铲球21名，其实是赢苏密特的34名，但是哥萨的断球38名就小输36名。哥萨跟苏密特其实是伯仲之间啊。我们看简评跟抽卡建议哦，先从赤井直也开始哦，他是球团链接，刚才有提到，他有60%封印两项必杀技鼓舞，但是只有鼓舞 DNF 跟 DF， 对决胜加全力表及球团加2%的 buff， 复原50%。它特色当然就是数据稳定，封印成功几乎就是两项加成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是防守球员，如果他能够封印攻击球员的两项必杀，大概他也能够对决获胜了。所以对决获胜会有鼓舞以及对决胜加全力量表。他的缺点就是没有自动段又怕封印啊，这两项，而且他鼓舞呢对象只有后场球员啊，是有点可惜。我给的抽卡建议是三角形啊，就是可以略过。那旧卡我还给的比较高，那因为在球员调整我们讲过了，这里就简单带过。你要注意的是它的 buff 是可以加到 GK 的，它100%的自动段，所以这两项真的是蛮不错的。再加上它可以封印一项必杀技，那它同时可以吃到日本加球团的 buff， 种种都是优点啊。它的缺点只有怕封印，那我给的抽卡建议是双圈到星号。那我们看一下技术性的雷焦，就是新卡哦。这张卡它有 FW 跟 ONF 克星，基本上大部分的球员它都可以克到了，因为它是 DF， 它大概只会对到这两种球员。它可以鼓舞 FW 高达 8% 的能力，鼓舞的意思就是它不用传球给他，只要他对决获胜。那他对决失败呢，又可以发动信赖球团加 5%， 这两项基本上都是他不用真的传球给谁，他只要在球场上有对决一定发动其中一项。他还可以封印一项盘球或传球，球团加 2% 的 buff， 偏重中盘加 10%、是锦上添花。没有这 10%， 他的数据也算挺高的，不在40分钟之后也是稳定的防守，就是指这个。就算没有偏重中盘的发动，其实也是很厉害的。那输赢呢都可以 buff 自己人，就是自己的前锋跟自己的球团卡，算是非常好的一张卡。很可惜他没有自动段，他又怕封印，这就是我讲的，他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是自动段跟封印，至少如果有一项的话，它真的是很好的卡，我会给到双圈到星号之间，不过由于，这两项也算是蛮重的，我还是给到单圈到双圈之间，但是还是要强调这是一张可以上涨的卡，而且呢
啊，你摆在边路的话啊，其实自动段跟封印也没那么严重，就是了啊。那当然旧卡呢，我给的是单圈到双圈之间啊，主要还是啊它的数据没有到啊这么的好，那它的 buff 也是只有到 DNF 跟 DF 加 2%。这个是能上场，但是没有到那么的犀利，就是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马尔塞罗跟苏密特，都是在其他影片都已经带过的、哦。抽卡建议或许会有点调整，主要是抽卡建议我是看录影片当时哦，已经出场的球员啊、场上这个潮流等等、我会去调整他们的抽卡建议。那我们来看层级赛加 30% 的最强状态对决，这个是赤井直也的铲球跟断球。然后哥萨的铲球跟断球，我就不看挡球了，因为这两张卡我都不建议你摆在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没有自动断哦。你中间摆的没有自动断的卡，除非你有办法在团队去给自动断，否则我大概都不会建议你摆在中间。原因很简单，你不希望对手直接一个长传，或者甚至地图短传直接过头，然后让你他的攻击球员 FW 或 ONF 去一对一你的守门员嘛。这就是没有自动段摆中间是有这样的风险。我们来看它的必杀技威力都是540、数据是加了 30% 哦，层级赛之后的数据。那看右边呢，盘球我只看四张 ,JJ 奥扎多、施奈德、艾门巴帕以及纳德雷莎。速数、技术、力数我各看一个最强的、或者是第二强的。然后呢再补一个、速数、原因是因为速数它看起来是对赤井直也比较有威胁。那这边呢当然就对技术性可能没有那么有威胁咯。那它都是赢 10%, 所以不论我再多摆一个力数或多摆一个速数其实都没有意义了。所以这里我选择的是速属性，对赤井直也稍微有点意义。断球面对的是传球，我其实也只挑四位，就是技术性的大空翼、速属性的马德利奇、速属性的甲太郎以及力属性的纳德雷莎。那数据上呢你会看到有一些重复，比如说速属性的纳德雷莎同时有盘同时有船，就是因为它两项呢都在速属性的第一或第二、所以它就同时会被列进来盘球跟船球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施奈德，它的盘跟它的船其实也在技术性的第一或第二、所以你会看到它有两项数据。好，我们还是看对决结果，赤井直也面对盘球最强的几位它都是赢，只有奥查多它只赢 1%、赢的算是最少的，其他要么就是10以上，要么就是 6%。 接着我们看赤井直也的断球来面对传球，施奈德他一样是赢 10% 以上，因为属性优势哦，他可以用到 87.8 万，施奈德是追不上的。但是面对速属性我们看到了他终于有输咯，输纳德雷莎 2%， 也就是赤井要多 2% 的半才有办法赢纳德雷莎，他是用 84.5 来对决他的传球，然后输技属性的大空翼 9%，因为大空翼在禁区加 20%， 简单讲离开禁区的大空翼肯定是赤井直也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速属性的马德利奇发动同步之后，哇塞，赤井直也惨输 10% 以上。速属性呢他不止输马德利奇，他也不止输纳德雷莎，他还输这一个甲太郎，输到 3%。力属性则没有问题，力属性最强的传球赤井直也是赢到10以上。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赤井直也面对速属性是还有很多风险的，不管是纳德还是甲太郎他会被霸凌，所以前面呢我也给到三角形，就是因为他数据真的没有比较好，甚至调整版的月中限定都比他好。那我们来看哥萨，哥萨的表现就完全不同了。首先盘球面对最强的四位他直接就是 10% 以上，即便是力属性的艾门巴巴，而且你看艾门巴巴是海外克星，也就是他对雷蛟的哥萨他的数据比较高，对赤井直也他的数据比较低，但是呢一样赢 10% 以上。那如果是断球面对传球，我们看看施奈德他一样赢10以上，速属性的纳德雷莎他一样赢10以上，当然即刻速，但是面对技术性的大空翼禁区他是输 7%， 肯定离开禁区是狂赢哦，毕竟这个是加20。然后面对速属性同步的马德利奇照样赢 7%， 接着是速属性的甲太郎赢到10以上，然后是力属性的纳德雷莎赢到10以上哦，可以从这个表你就可以知道赤井直也的防守真的没有那么的好，然后哥萨呢则是非常的强，不管是铲球面对盘球、断球面对传球，他可以说防守基本上是没有会输的，只要让他猜对。
那如果少 10% 的偏重中盘呢，或许你会说，诶，那是不是面对马德利奇少 10%、是没错，但这个马德利奇是 ONF 跟 DNF、他是不是有办法在发动同步的时候同时、面对到哥萨完全没有加成呢？你要知道偏重中盘 10% 不是指到40分才加10，而是在一开赛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加，所以这一个速属性的马德利奇遇到这个哥萨的时候，其实哥萨已经加了不少了，我想就算只有加 5%， 再加上属性相克嘛，其实在场上那个数据相差会非常的小，不是说一定这个马德利奇就保证赢，当然也不是保证哥萨会赢，还有 RNG 的问题嘛。好，以上就是针对这两张图卡的介绍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